是因为在台南市中西区，菇味黏黏冰，也就是非常的古早味。要先在门口这个小窗户点餐结账，点完之后再进去里面等候出餐，这是今天的 special。布丁上面的冰可以自己选择口味哦，巧克力和芒果，这样三球100元。你要不要买好买巧克力？这个芒果是真芒果，而且不会像一些比较小的芒果小的。蒙迪很喜欢这里的芒果冰，我选的抹茶真是太好吃了，又香又浓。而且这个布丁是古早味布丁，是我最喜欢的那种口感。乳酪条有6种口味可以选哦。乳酪纸而已。原味好漂亮哦。怎么样？好吃吗？甜甜的，甜甜的。